超级医疗官。哎，无耻！你最近有没有空？再去找你，好吧？拉拉酱，谢谢拉拉酱。打到你康复为止。哦，给我你的手，我被敲一下。打老爸不手软，好爽！了不起，谢谢你们的信任。29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我再跟你讲。看一下日期。布莱恩鸟，谢谢布莱恩鸟。哎，怎么重收了？这边有人跳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让我BG一下。好，我觉得BG配，我觉得真的是蛮强的，就是 BG 配那个路西欧，在整个范围这样一起 run 是很强的。速攻流，因为他们的那个要么一起冲，然后要么一起退，而且他们的那个血量，如果瞬间加路西欧的那个加速治疗，应该一瞬间那一段时间，路西欧根本不用开大。嗯。然后打到最后，真的快要那个效果结束之后，再开个大。哎、欸、，BG 的攻击是不是是群体的吗？还是其实它范围 hitbox 很小？它范围 hitbox 其实没有到很大。它有办法，它有办法，它有办法挥一下打到两个人吗？可以。有。OK。有条碎了，可怜，就请哥。前往艾希瓦德。做好攻击准备。别别别！快抢阿北。他在哪？靠背啊！你很烂呢、欸。哦，我刚刚我以为他是肉盾哦，还有那边选肉盾，丢嘞老北，丢嘞老北，太凶了吧！敢想不到就骂我丢嘞老北，没有，没有说丢嘞，我丢嘞老北啊。然后我要吸一下，素一下。那我要残牙塔儿。哇！我跟学长，我跟学长说，上线打两个小时就可以回复元气哦，直接连毒都没有毒，直接睡死。干！他就是到家之后，你跟他讲完话，然后他后面那个安娜就一直丢他睡眠针，丢到早上。你说最短 CD 模式，最短 CD 模式，你看他妈妈，他妈妈在后面一直丢他睡眠针。哇，上了好多，对啊，毕竟不算坦啊，那我只能坦啊，我来坦。请待在我的屏障附近，能提高生还的几率。
话，我们的数据七八低耶，我换一张。没有没有，现在输出又变太高了，哎、欸。哇，一队友不友善啊 ！Peace peace。冲啊！毁了，没被打过啊 ！VG 啊 ！VG 啊 ！VG VG 是吗？是吗？妈的！啊啊啊！对对对！一队！狡猾臭屁阿伯！这位超攻击战，有啊！空厨是绝佳的导师。哇，怎么感觉你要站到阿猫？哦。为什么看到 BG 在我旁边那个用锤子那个锤莱因哈特，然后我被锤死了。What the fuck？ 哦，换我屁事啊！我是出家人。出家人。出家人。小挫折，我塑胶人，不是塑胶啦，感觉太软。看 ，BG 我飞那么高，他还吹得到，瞎毁啊！人家流星锤呢？妖兽谷，我们的补血在哪儿啊？你就是不信。哇，而且 BG 回血一次是一大股，受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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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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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没得保了，我被自己的还被害。被车撞的出家人，生命荣枯，循环往复。看不到啊！先去抓他们的那个传送门之类的。哪抓得到啊？找看，去找看他们到底放哪里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把他们的护盾才能垫掉。干你娘！我觉得我也是凡师傅就变得有点暴躁。掉了，打死他啦！哦，混呐！操你妹的！出家人冷静，出家人没办法冷静的干，我一直被搞。去死啊！我火力全开，行吗？SU800705 姐姐哟，有说他是出家人，有没有跟你讲他是不是鲁智深？他比鲁智深还凶。干，这黑人快出来哦！看来我的道行还不够深。道行吧，道行。他妈没被踹过啊！直接开大，好愤怒哦！他要被电死了！哎，我被电成白痴！哇靠！这是刮下来！漂亮！我在卡车，我在卡车。我们都在，我们都在。电源是我的。我要安家！他妈的！
醉醉他妈快醉！哦，干不孝徒弟，真的，妈的逆徒！我靠，这样弄我蛮弄丢。胜负未决，来我这边。有屌丝，我盾好小、哦，小小的安全感。撞他，撞他，碧琪怎么不撞他？目标正在前进。哥，他们传送门放在哪里啊？胜负。哦，被瘫痪了，好离线。哦哦，看，我刚刚用那个星星暗秀的起跳跳回我们阵容，然后被那个碧琪的那个冲一下，我直接冲回家里了，好好远哦。哇，我居然没有踢到他。换角喽，只是小小挫折，只是小小挫折。生气了，直接换碧莲姬。哎，妖兽谷。哦不哦不，没补到。哦，干嘞！我超气，超气！我不要炸我！只是小小挫折。还剩三十秒。剩三十秒。快没时间了。弹退系统。换了。快打爆他，壁垒！打爆他的盾呐、啊！呜、哦！壁垒都不扯他！哎，好好笑！干！刚刚就是摩托车，刚刚就是一个摩托车很悲情的地方，在车子旁边动弹不得，然后对面有一台卡车撞过来，哎呦笑爆！而且还是先讲说，干，赶快把他车爆，咻！哇，好爽哦！哦干，哦干，我还被害，干，可怜了！哇塞，哇 MVP 大师耶，但是他离了，真的有点强啊，废。昨天看到一个阵型，莱茵加猪加女坦配碧琪安娜，我们整队被狂暴莱茵打成智障。他死神跟法拉都没用，我操！真的假的？好猛的感觉。狂暴莱茵的话要怎么处理的、啊？哇！就用那个，就是狂暴莱茵，就是要么睡他，要么把他打得很远的、啊，就是那个那个路西欧就要一直推他，一直推他，一直推他。哦，好对哦，好辅助哦。而且他叫 fuck user， 暴雪音霸，好凶！
Kagura 90，谢谢。派派哦。真的不知道出什么快点。准备大开杀戒。猪交给双狙了。你说对面有猪啊？攻击方将于30秒后开始行动。等够久了。喂，前面这位壮女人你在干嘛？谢谢思凯。5 4 3 2 1，攻击帮出动了，攻击帮出动了，失败。太狂啦，让六探知道今天是您的25个月纪念日。谢谢谢谢这个，哇，他有那个有那个有阿美，我没办法。阿美要不要败家庄？哇，阿美很麻烦呢。左边好像有人，左边有那个，嗨嗨嗨，啊，其实我没差，我没差，我可以打真命。哦，你们怎么拼哦？发现敌人，在找我吗？后面还有，我死了。眼泪有还有。都顺走了。Rendez-vous avec la mort。右侧。哇！地图。弄到吧，弄到。我听他说所有来宾集合，所有人 哎呦，凶！我看直接困，直接困了，热血开困。天哪！少！我又死了。有人在点里面，有人在点，有人在点，回点回点。Is it going for？ 看这还有旁边。来对决嘛！二系统。哇哇，我的发，你们就躲进去了。哇嘞！哎，糟糕了。可恶欸，不是啊，班长杀他拜托。班长都不开大，只开一次，死掉了。我换脚，换一个好一点输出。
劝你是最好不要撞我、哦，又害我。Why o？ 不要跑啊你！谢谢山寨。反正这个窄口，哦，有人补他，哇，是一次 B 级补的。他错人机，然后没有人跟他走，我想哭、喔。对决吧！哎、欸，对决！哦吼！我靠！还害我嘞！干！干，为什么打不死啊？靠呗！哎，他终于没有玩半张，他手感可能不好。上面有古仔。哦，我输了。配备还没换吗？宝贝，这边有传送门，刚好炮、喔。配备还没换，换什么配备？哇，干打不死啊！集合了，哇，直接被害死！哇，这是我的诅咒。全快系统，我干！你在变换位置，干靠呗！哦，太扯了吧！电脑配备四月二代 A 厂二代 CPU 要出了，哦、oh ，可是我应该没有要换电脑了，就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换的必要，对我来说，刚好被撞到东西，呵呵。这样也点死。What the fuck？ 真会摆。嗯，自己掉下去了。那人才大个。不不。不换个144螢幕吗？不是啊，因为我都
我都四川话啊，所以没什么必要，没什么意思。哦，睡着。动贼。我很粗。还剩三十秒。You so too。我有大，我有大。看屁眼，直接加进去。哇！等你们出来，等你们。等一下，麦卡利不要，麦卡利。哎呦，干，来不及。麦卡利不要。但我没看到你，是不是？傻傻的。哇，糟糕！不睡。哦，来了，会吸耶！吸哥，哎。哦，雪球大师，看谁的出库存。不要跑，还有个安格斯武僧，然后山寨，然后大胖，谢谢。现在进入阿努比斯神庙。我逼一下了，选择英雄，该逼。杀我们这群老逼可别那么容易。老仇敌进攻还有三十秒，能和您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。你的嘴巴一向很甜。你潜水四十一个月了，波浪湖。哇塞 ，Roy 万死十四，谢谢。那也太潜太久了吧。啊，抱歉。哇，干你屁的！我过来了，我要上去了，来帮我锤他。我来修复。不错不错，好，没了，干。哇，干！为什么只有两个在左边？我以为他们会从正面进攻。哦，击败。他们全部都在后面。谢谢哈利，还有 Fortier Young。治疗你，我不喜欢输的感觉。
不行，我是不是该做三年的图了？好了，不好意思。我去抓那个，我去抓那个东西。这真的很麻烦哎、欸。小美收了掉了。三点不死哦，电死了！哎、欸，战斗还没结束，敌人回来了。机甲启动。我进去了。出招完毕。一作战。能源打入。妖兽。正在封锁目标区。哇，他们这阵容也是蛮猛的。OK。那直接把他打回去。太难站了吧！下来了。换闪光了。好啊。直冲 ，Go！ 哎呀，干几杯！发现我不喜欢 IE， 没有，我们不喜欢、啊。我之前有跟观众讲过，我这台 Diva 的那个机体是那个 1.0 的，一坏掉的。没有，我这台是 1.0 的，它那个一是没有装的，可是有好处啦，有好处。打人比较准，它可以改装甲，这一代改版的。讲超认真，我觉得。我进去喽。大部分的 Diva 的版本都是钢弹 W、就是、啊，我这台是钢弹 W。就看你们有没有玩过快打旋风嘛？快打旋风那个你也可以选那个，就快打旋风二代，你可以选有绝招的版本，也可以选没有绝招版本，可是普攻会比较强。对，很强。啊，被人射出来，没事，看错，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，只有在点内才可以发啦，只有点内才可以发，让你试武装。右边避雷在右侧。啊！我要死了。你打不赢我了，嫩。我要进去了。Go！ 他把自己都挡住了。对啊，他们自己挡住了，自己屌挡一波。我干！不对，我要打爆。哦。啊哈！喂！哇，对面的壁垒，真的爽射，好不好？等下可能要换蓝露珠专攻那只壁。我看一下，
谁？我吗？好，说我，我说我。OK OK。因为那只壁垒一直有一只那个石碑一直跟着他。没错。没子弹了吧？干！哎，刚好没有。赶私讯都好烦哦。我选班长，我选班长，干。没拉弓当我是，嗯啊。不拉弓你当我是敌法。哇，那个炸弹绕过一圈就是要来炸我，哇。怎么拼命？快好了！看谁躲在后面。敌人有护盾产生器。来，强化装甲吧。有种僵尸的感觉。防御之球。目标锁定。我干，变忍者了。干在哪里？变忍者。靠呗，忍者一直跑。我有大了。哎，有，哇！你被直被靠死。不是今天缘分没到，今天没看不到人啊，没有人啊，脸上没人啊，他们。我不会轻易倒下。敌人有护盾产生器。靠呗，然后阿北。然后这西梅塔一直一直，他有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开大？你开大，然后我开大。我爬得上去吗？这个，哎，没有挑战过。可以。我要走了。好哦。来我这里。壁垒在右边。靠背。我，没有，今天真的不太准。哈尼比，谢谢哈尼比。再来，可恶！哇，你中力只有12%，太悲情了不？治疗你。好，把那个护盾产生器烤爆了，烤了，烤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你给我那个盾，我的血会到400滴耶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自身的血有400滴。拜。他们丢垃圾出来啊！还剩30秒，到了，我有地。哪里？在哪？在你背后，抱歉了。是是。完美的角度。壁在右边。他们这个阵很猛哎、欸，他们那个先就是我不管怎么说，我只要绕到那个壁垒旁边，那个石碑跟小美跟那个金梅塔就会冲过来。哎、欸，他进去了说，我还以为他想跳进去，我就不冲了。维斯，谢谢哟、真右键仔，右键仔，
嘟嘟嘟嘟。现在进入国王大道。我 Q 在哈，我刚才等着进去哈，等人上点呢、啊，不然比观众想的早放又变成乱丢，对不对？比观众想的晚放又变成扣大，不小心没杀到人，还要被说空大，干，先自走也不行。你们都不知道，现在实况组压力很大，压力是不会很大啦，只是难取悦。到底为什么难取悦？今天猎个龙，人家就问我要不要打 Overwatch， 人家在玩个 Overwatch， 人家问我要不要杀老鼠。干对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我真的不怪任何人啊，就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。如果我今天是开台打狂暴龙的话，就说 Overwatch 的新角色出了，你不没有玩吗？不玩吗？然后开 Overwatch， 对。既然狂暴龙更新，你不玩吗？出新作了，你不玩吗？这样子，我就想说，我玩的话我就开那个游戏了。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，我们之后多视窗，都只开 IRL， 然后看，然后跟你们玩。不行啊！哎，老爸，我要跟老爸并肩作战。哎呦，可是我比较希望你跟我的炮塔并肩作战。开座，开座，热血，开座！去保护我的炮塔。战斗还没结束，我来保护你。敌人重回。他们都不进来，进来就这样打。干，我好怕哦，今天。死飞飞，死飞飞。小心脚下。干你点！哎呦，狙不到。加速治疗。感情真的手感 not good， 你手感 not good。我没有要跑战场义务生死。接受电击，来我这里。下一关。哇。不准。Not good。被狙击定，谢。哦，帅哦，我们的尼哥。哇！换死神了。欸，怎么弹那么高 ？What the fuck？ 守护天使在此。敌人又不能送死吗？没有人躲得过我。蓝月，紧张啊！刚点过。Thank you.
他强化我超像那个狂战士。嗯？干！我怎么打不到？哦干！有那个。哦。哇，对哦！为什么打不到我？回火了，回火了！完蛋了，不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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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怕，有我在。我的炮塔。正在看着他，对，老爸站，风萧，风萧九尾，胜利近在眼前。都斩攻！哇，你这有炮台，那我不要，那我不用在这边了。你是走过来才发现这里有炮台吗？对啊。我跟莱哈特超凶哎，真的，两个正护甲丢他护甲。精彩重播。啊啊啊啊！哎呦，好会粘哦，粘到了。这粘我卡成哎。我根本不知道他在我后面。好险，最后拉回来一点点，狙击精准度。国王大道，看卤蛋是直接睡死。选择英雄，这是躁郁症是不是？这个俊杰你应该是躁郁症的。他跟着节奏选人。就他不选这个，有点想买 MLB， 买什么？棒球游戏，明天上市23号。可你有在看棒球吗？有，人人都是斗士。我没有，我很看 MLB 跟 NBA， 我知道。我以前有哎、欸，老实讲，他每次就是他就是2K 那个模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每次不是、啊，我说真的看 MLB 啦。人人，我以前啊，我还去过棒球场看呢、欸。我在读书的时候。干，你去哪一队的？蓝鸟啊，我在多伦多啊。哦，加拿大。对啊，你那个时候有谁？你那个时候是什么什么？你说蓝鸟的有名球员吗？嗯？什么叫我那个时候有谁？我也没多久以前，好不好？你那个时候，我想一下，蓝鸟那个时候是谁？最有名就 Holiday 哦。哦 ，Holiday 哦，那没有很久哎。对啊，本来没有很久，反正没很久。我刚才说没很久，你他妈我是远古时期看是不是？啊，可是他过世了，呜呜。干，那感觉蛮久的。是啊，他是，哎呦，他好像是意外过世。好、哦、干，我多爆了，各位。六三是王建民的年代，屁啦，王建民很新，好不好？
再来。我就没人还心了，对啊。我在占领目标，有人帮我。哦，被搞走。有人要喝饮料吗？好妖啊！巴蒂斯塔很后面的，他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。巴蒂斯塔是打不打 B 耶？对啊，是不是不是？巴蒂斯塔是打鸟，OJ 巴蒂斯塔。我想说打蛮稀的。靠、哦，那我还是住在后面。啊，不要！打棒球也巴蒂斯塔，漂亮，有，而且打棒球蛮多巴蒂斯塔。是哦，我大了。对对，好，就是，没关系。这棒球遇到一个巴蒂斯塔，在那边一直炸弹摔别人。看，这请出场，请离场。对啊。谢谢来拿汉堡包。哦，被晕了。哇，这个心理强好赞哦。好妖啊！靠腰、啊、被超级场控被打来打去耶、欸！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快有大了。我看棒球的时候，啊，其实说没有很久，好像其实也有一点久了，大概。互撞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很来劲很来劲，漂亮！是蛮久了啦，我想想看，我看的时候很久啦。如果看的时候是 Roy Holiday 的时候，蛮久的。十年前，十二年前，十二、嗯。因为 Roy Holiday 的话就到费城，然后之后他主要最强是在蓝鸟的时候。我应该没记错吧？那个时候蓝鸟在。1998年，没那么久啦，我没有那么早出国啦。我没有那么早出国啊。1998年不是他最强的样子，1998吧。龙，干你啊！谁打我？我有大龙。我是拉到他们家后面了。Oh shit！ 哇靠！哇，这个哎，我会站到最后一刻。王建民救我小学了，在 LA 有比王建民老。我不是在 LA 啊，我这多人多哎、欸。而且我记得我是回台湾之后，我回台湾之后才王建民才打 MLB 的，我记得。半张超无助，被弄成白痴。好呗。有错 FH 兔子了吗？还没。阿乐得带蓝鸟待到07。哦，对啊，那我差不多啊。那王建民什么时候去？还是说王建民去了很久，然后只是我前面不知道，也有可能啊。王建民一开始是去洋基吗？是，他一开始就要洋基，后来才转到各个地方去。对，王建民05登大联盟，哦，那差不多啊。007的时候最强，差不多啊。好，我扯不到他、啊，妈的！我那个时候，我的确还没回台湾呢、啊。我还没回台湾，可是我看棒球的时候是更早一点点点，好吧，好像吧。到了。
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可以看啊，就是看那个看过去比赛看过几场，那时候有白袜，哎、欸，白袜吗？嗯，芝加哥啊，然后他是打客场的时候是不是看的，对，客场的时候。后面都害完了，然后好赞，然后还有谁啊？哎呀，老师，来我这里，我会战斗，应该 OK， 应该 OK， 应该 OK。然后，哎，还有谁啊？你会没事的。对啊，我看的时候大概就是2003年吧，2002年之类的， yeah. 之类的吧，我不知道，应该吧。精彩重播。开大戏了，冲啊！感觉没什么伤害、啊。那你有去看暴龙队比赛吗？有。那个 Stable Center 嘛，哎、欸、，Stable 哎、欸、是 Stable Center 哎、欸、不是 Stable Center 在洛杉矶，不是 Stable Center 那个 Ra Aurora Center Aurora Center 是吗？蓝鸟的主场。我忘记了、哦，不是哎、欸，我忘了，不是 Stable 吗？那 Stable 是在洛杉矶，还是我是在洛杉矶看的？我忘记了，马上查一下。不对，一定是一个电信商，我记得。前往尼泊尔。没有，200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 Vince Carter 吧？那个时候爆了，应该还不是 Porsche 的时候。选择英雄。AT&T 在旧金山啊？那我忘记了、欸。对啊 ，Royal Center 是蓝鸟主场，我记得。那就忘了。I forget it。美国那么多球场，放在我看了十几年的时候都忘记了。我真的不记得嘞、欸。任务开始后，哎、欸，没有人选 BG 耶，队友友善 ，peace。5、4、3、2、1，第一回合占领目标。我看球也看了15年了，好久啊，好久啊。我那时候看是多伦多暴龙队哪一队，我忘记耶，忘记耶，我真的忘记耶，因为我对篮球基本上完全没有兴趣。那跳出去了，跳出去了！哇，我死了！投诉！壁垒机兵！需找回我的荣耀。完了，装甲算我送你的。我看的时候是不是有Nash啊？我忘记了。有。不是，我说我看的那一场那几场是不是有？我有点忘记了。目标锁定。那你看的时候Nash在小牛还是太阳？肯定应该在小牛，好像太阳哎、欸。你是太阳了？那你时间没有很久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